Hello，今天我们要来玩拉密哦，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很疯狂的桌游哦，因为在台湾，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我们都玩所谓的麻将哦。那在西方的国家里面呢，他们比较普遍的就是这个拉密游戏，它其实跟麻将很像，因为对，有顺子都是啊，数字嘛，对对对，玩法可能也差不多哦。那它在西方呢，就是你会看到合家团圆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在养老院里面，这个东西都是还蛮普遍的，因为对老年人来说啊，它其实是一个预防失智的好办法。然后对小孩子来说呢，它可以训练数字的能力，都很重要。那介于老年人跟小朋友中间呢，就是打发时间，同乐，这个效果也非常的棒。来打开吧。它是台湾制造的哦，这一款是台湾制造的。然自后己开模嘛，对不对？我们手中这一款啊是六六人。个人玩的，它另外也可以选择四人玩的，然后它都会有这个，就是嘛，牌架。牌架哦，牌架，就是你拿到牌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立在上面。来，对，好，这是我我的。们其实虽然它是六人组的，但是你其实两个人、四个人都可以用。对，不是说一定要六个人哦。然后六个人的啊，它有三套牌。三套牌。三，对，它还有一个计时器哈，一个沙漏计时器，然后一个提袋这样子，就是你提着随啦，时可以出对，去。出去公园啊，去野餐露营都可以玩。然后规则卡数字游戏，它就是说每个人啊，一开始哦，像我们两个人或者是四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两两包就包，好了，哦，因接为受六一个人包，的时候才弄到三包，因为两个人弄三组的话可会能玩会，很久哦。当然你也可以啦，反正就是消耗时间的时候，你就可以。对。就是他要配对会比较困难，几率会比较低一点。对，然后它每一组呢会有这种鬼牌两张，然后鬼有不牌，同颜色的数字牌，对，数字牌呀、啊，这个蓝色、黄橘、色啊、橘色、红红色、色、黑色，黑色，其实就跟扑克牌一样啊哈。然后每一张都是一到十三，13，对不对？然后一开始啊，就是先把它洗了之后，你那个没有倒出来。我们先用一套来示范就好。先洗了之后，每一个人就先很拿。像搓麻将，对不对，对？先拿十先四拿张十牌四啦，张牌，哦，因为我们今天只是示范而已，所以我们就简单一下下，12，因为像接下来的那十个四，很多的连续假日啊，那如果有比较真的，兄弟姐妹回家，然后外面而又且很多人，小朋友、老人家可以一起玩。我觉得同小乐，朋友跟老人家其实要玩在一起，有些时候会比较困难。对，然后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一开始出牌的时候，就是要能够破冰。破冰，要牌数的数字加起来超过30啦。那它的玩法很简单，就是像这种，如果是相同的数字，就是要不三同张颜嘛，色，对不对？比方说我要三张才可以嘛。然后如果是相同颜色的呢，它就是要顺，对不对？比方说九十十一，然后六七八。对，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他出六七八哦，我手上有一个同颜色的五，我就可以把它续在这里。对，然后比方说我有一张鬼牌，然后我就可以这里有11，然后把它拆出来，这样子，那这里我要补一张，就必是须要必须要补。都保留三张的状态了我们看一下，如何保持三张的状态？比方说刚好有一张鬼牌，那就是凑成一个那个每桌面上每一个都是三张或者是更多啦，像这个，如果我还有翻到不同的。你可以让你看到，如果是我要去调动的话，就是这样，我用十，然后把这张还回来，然后这个我就可以又凑一十、个，十一、十二。对，那我看到这个，我刚好有一张11，我就把它又抽掉，对，然后十、十一、十二，那，刚好是，这里222，所以我这一轮就出到牌了。那我如果这一轮没有办法换出的时我候，我就必须要再来一抽一张张牌牌起来，起来，然后又换到你，我没有排没有牌就是除，抽我一就张，自己要摸一张牌起来。对，这就是一个拉密很好玩的一个过程啊。那最后呢，就是假设说我们玩到最后了，那牌都出完了，牌都出完了，那我们就那说就赢了，我就赢了。然后我们要怎么去来计算，算，第一名、第二名、第三输名，几分呢？就是好，我们要把牌面每一张牌的数字加起来，那就是我赢了几分，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啊。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一家大小小。其实我觉得这个从4、5岁开始，应该慢慢就可以玩了，一直到
90几岁、100岁、哦、只要能够玩的应该都可以玩。虽然它的规则其实很简单，小朋友应该也会懂，但是其实它在牌面上，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你在移动牌的时候是特别需要智慧的。嗯，就是哎，我如何去找到一个空隙吧？哦，比方说像这里，我如果这个十一可以把它都调动走，嗯，那对我就是可以在这里面去做一些填补啊，那你就会对你要怎么一直在动脑筋当中找到可以把自己手头上的牌全部出掉的。哦，那我们刚刚也讲了，原则就是。在这一张说明书里面，它出牌的规则就是，三张或者是四张，数字相同、颜色不同的，它就可以成为一个群组。那如果是颜色相同的，就是顺子的概念，比方说，三张一样或者是三张以上一样的，我就可以把它出出去。嗯，颜色一样就是一定要数字不一样。对，哦，数字一样的话，一定要颜色不一样。是，然后我觉得说这一套牌啊，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每一颗都很扎实啦，就很大。而且数字很大，数字超大的，所以尤其是针对那种比方说老花眼的人，哦，他就会比较不会有问题，然后他是有一点立体的触感的，嗯，有一点立体的触感的，哦，然后质感还蛮推荐的啦，台湾制造的，嗯，就是让大家在廉价在居家的时候啊，多一点选择，多一点的互动，而不是一直都在看手机啊，一直都在玩那种手机游戏啊，可以多一点跟家人之间的互动陪伴啊，这样大家其实你小朋友都会记得说，哦，我什么时候跟谁跟家人一起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哦好像玩得很开心这样子。嗯嗯。